默默，带来什么带？小默默。啊。哎。默默。哎。爸爸先说两。爸爸又不要。你给爸爸干嘛？这是你姐姐的。那你要这个吗？不要。你重要。嗯。赶紧穿鞋子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怎么表达开心的？穿凉鞋。穿凉鞋，我走。快点，开心吗？邓云浩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哥哥哥，出发！今天带着他们两个去九江找我闺蜜玩，这个两个小屁孩天天跟我说要去大海，要去玩沙子，要玩堆城堡，是吧？怎么做螃蟹没盒子啊？今天不去玩，今天先去干妈家找佩奇。现在都下午了啦，还有时间玩呢，是不是？你们待会要乖乖的哈，要不然妈妈一个人带不了两个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在这边等车，车来了，马上到了，下车准备。这两个小屁孩睡了一觉，小屁孩。开心吗？还没停，等一会儿下车。现在已经到了哈，这佩奇一来他就跟我说他有三本作业都会写，蛮乖的，比上次来的时候胆子大多了。弟 ，Hello 这边 ，Hello， 那个蹦蹦床，星星，好不好玩？这我闺蜜刚下班回来，怎么了？哦，你也要抱？吃醋了，抱了姐姐是吧？嗯。现在吃完晚饭了，准备带他们去玩。嗯。你们知道我有几个哥哥吗？几个啊？六个。有六个，这么多？那这个算是你的哥哥吗，佩奇？是。是吗？不是啊。四个小屁孩，走走走走。啊，邓云浩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这是你第二次来了，是不是？记得呀。我都没来。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。会乐，待会再带。现在刚吃完饭，带他们去玩一下，走一走，逛一逛。到啦。现在进来了，看到没有？那边彩虹还有彩虹滑道，哎，你滑不滑？啊？一、二、三，我向回头。哎，弟弟来，慢慢的啊。加油，不怕。对呀，这不就上来了吗？不怕不怕，你爬就爬，不爬就下来。这边又怕，这边又要爬，慢慢的。刚刚爬上去，从顶上滑下来的，慢慢的。没事，你先爬上去，先爬上去，没事，到了。这小星星典型的是又菜又爱玩，这边怕，这边要玩。滑下来呀，走下来呀。彩虹滑道，自己拖一个东西上去，然后再滑下来。好，那你拖上去啊。这我老大刚刚玩了一下，他说有点怕，怕吗？又要玩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不玩了吧，我好累。他不停的要玩。那你玩就玩，不玩就不玩哈。哥哥都上去了，那你啥上去啊？妈妈，你跟我一起呀。好，我跟你一起玩，走过去啊。弟弟都敢爬。啥子不要开？
下面往前面爬，没事。往，没事，我跟你在这里啊。弟弟慢慢的，弟弟，小星星慢慢的哈，不怕哈。这我老大爬顶上去了。好棒，小星星。不怕，妈妈来了。哇，真的很高啊。这玻璃桥我都有点不敢走。好，下去下去。弟弟还没坐好嘞。你不要睡。让干妈骑，他们两个非要这样弄。好累吧。开始喽，小星星抓住喽。Hello， 开心吗？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开心啊！你敢玩吗？不动。